天就跟上帝讲话啊，好完成这个心愿。自从甲明忠结婚离婚，我才体会到一个查某囡仔幸福，就是嫁回心爱查甫人，替伊还家，替伊生囡仔，然后伫伊背后支持伊，不管这个查甫人是不是有钱。我想爱的人就是你，一世人有你做我的牵手，真正足好的。我嘛绝对袂后悔讲要娶你做某。你，王安总，你有没有后悔计划？我真正是最后悔的，为着要求你，把我的官分一半给你。因为做西关官，所以我头壳受伤，刷落来，我就和新民众配到公公室，拢是因为你啦，害我跟新民众有一段虽然讲真短，也毋过佫参像恶梦的婚姻，害我流足侪目屎。你知影无？查囡仔目屎就参像珍珠，是足珍贵的呢。家辉，是的啦，我为了要处罚你，我爱你伫我外面头前就抓。讲你要一世人好好爱我、疼惜我，袂用辜负我。好，我陈志宏即摆手抓，我要一世人爱你、疼惜你，绝对袂辜负。好啊啦，啥你手抓，我是跟你讲耍笑的。我早就知影，你一世人拢爱我。阿妹，我唔干那是要爱你一世人，我阁要让全天下所有查某人。欣赏讲，你有一个真美满的爱情。那呢，你是要安怎让全天下查某人拢欣赏我？我袂甲你骂，袂甲你念。出门的时阵帮你穿鞋，回来的时阵捧茶给你啉。出来工作拢我做，安有够无？高松无够。老婆大人，请你欢呼吧。阿哥无够。我可要生生世世爱你。正好，假使讲咱家中有一个人会先离开这个世间，那呢，咱就先约我好，来生搁见面。后世人，你若是看到你身躯边有一个查某囡仔真爱哭，那恁个查某囡仔就是我。做伙到老，啥拢袂当离开谁，要生生世世相爱。